那我其实是要煮的当天我才去买，比如说鱼或者是虾，然后我就会用这个 Winda Deluxe Dry Kitchen Towel 把鱼和肉类的水分吸干，吸水的能力方面很强，还有就是它的 texture 很好，它不会把 tissue 的那个水留在我的鱼的表面上。 Wet Kitchen Towel 可以让我很有效的去除污渍，煮炒过后我不需要把污渍留下很多天，那我就不用担心煮饭其实是一个很难清理的事情。